小林觉呢？他挺好的。找我干什么？我们想再找一个落脚点。什么落脚点？以前住习惯的宅子被人占领了，所以我们想。你什么也不要想，这不可能。有人让我找你，说你一定会有办法。你要哪处宅子？西四羊肉胡同12号。我查到这份资料了，羊肉胡同12号是战时华北交通保健科学研究所，小林觉是当时那里的高级官员，他的名字叫佐藤光一。他与日本陆军省灯户研究所关系密切。你再仔细查一查，写份报告给我。好。口胡，你想好了？啊，既然徐根生跟老姚勾结，很可能把徐德庸的藏身之处告诉老姚。这两天我想来想去，只有老姚最有可能绑架徐德庸。那他绑架徐德庸是什么目的？我也不清楚，反正过几天就是七小队的忌日了，我怕他胡来。你找他了解情况，有把握吗？你看，我这不有礼物吗？抬手不打送礼人。彭克虎的礼物是他从根据地带来的一块毛毯，这是他从一个七小队里的杀手成为八路军战士的标志。他送出这块毛毯，潜意识里是希望能让老妖看到自己的改变。我知道你是干什么来的，是为徐德庸吧？对。你回答的倒干脆，好，我也不掖着藏着了。他确实是在我的手里，可我不能放他。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我干什么你不知道吗？再过几天是什么日子你不记得吗？我就是因为记得，所以才肯定他在你这里。老姚，徐东他不能死。他已经死了，死在了日本人的枪口下面，这个你就当他不存在。那怎么可能呢？怎么不可能？我看他替身死的时候也没看天塌下来呀，他怎么就不能死啊？他还有用？你不用跟我讲大道理，什么抗日爱国，匹夫有责，我看少一个半个匹夫也没什么。那些事情已经过去了，都过去8年了，这些恩怨就不能化解吗？当我听到他死的消息，我也高兴啊，因为那样我就可以不用报仇了，想报仇也报不了了。你不让，胡晨光也不让，我的日子不好过啊。可谁知道他是假死啊，你让我怎么忍受下去？杀来杀去还有完吗？你把徐东杀了，徐暖暖再来找你报仇呢？你让他来呀，你看我皱不皱眉头。原来你是怕你的徐暖暖受罪啊。你听着，我可以放了徐德庸，但你必须带我走。天涯海角我跟着你。行了，看把你吓的，我怎么会跟你这又傻又穷的小子走呢？啊，下次啊，带东西挑点像样的啊。送客。请吧。这给你们老妖的啊，我还没给他呢，这可是我亲手啊。您还是亲手送给他吧。哎，我们妖姐说了，您还是别再进去了。哎。
哎，你替我给吧。哎，这怎么办呀？他说亲手什么？哎呦，不知道，没说完。为什么没说完？那你倒是去问呢，他到底要说什么？哎哎，好。客户，有我爸消息了吗？还没有，我回了趟办事处。虎哥，门口有两个老妖的手下说要见你。您不是送了件东西给妖姐吗？妖姐让我们问您一句话。您说那羊毛毯子是您亲手？是您亲手什么呀？什么羊毛毯子啊？就是虎哥送给妖姐的那个羊毛毯子。哎，就这事儿啊？就是这事儿，您要是不说啊，妖姐不让我们回去。这不小题大做吗？那羊毛毯子是我亲手织的啊，那谢谢您了。您这不是拿我们开涮吗？那毯子怎么可能是您自己织的呢？哪有男人自己织毯子呢？您说是吧？在我们根据地啊，都这样。我告诉你啊，那羊毛毯子不光是我自己织的，那毛线啊也是我自己捻的，那羊毛啊也是我自己剪下来洗干净的，那羊啊也是我自己养大的，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，在我们根据地啊都这样，叫大生产运动。哦，客户是什么时候去的呀？上午啊。彭客户，你不是上午去八办了吗？你怎么去找老妖了呀？彭客户，你心虚什么呀？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？哎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你跟老妖的故事吗？对。我不听。我真想说，以前老丁总想知道，但我没告诉他，后来他牺牲了，我特别后悔，他也听不到了。原来你们是这种关系啊。就是这样，所以没办法，我只能求他。可是你不能答应他那个要求。走吧。喂，哎，你的，喂，我是杜嘉兴。哦，刘秘书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我马上去。老胡，我出去一下。哎，你不用跟我解释。你是父母官嘛？去羊肉胡同。哎，你别不承认，在北平这一亩三分地上。没什么事可以瞒住我，羊肉胡同那边宅子不错。在北平置办产业讲究东富西贵，南贫北贱。哎，那儿的教育也不错，对将来孩子有好处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要和刘雅芳在北平安居乐业吗？老胡啊，你要把你这些小心眼用在正道上。你早就高升了。哼。怎么样？这宅子现在归军方一个后勤主任所有，是他接受日伪财产时趁火打劫得的。我以调查日伪资产的名义一下午。他就把房子退了。现在出问题了，胡晨光知道这件事了。怎么可能？我特意绕过北平站，从总部拿的命令函。是啊，他还知道你在羊肉胡同，但是他以为是我们两个想搞到这套房子，要在北平定居。我们俩？你别管他怎么想了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要搞清楚日本人为什么要这个房子。我在想，日本人这么想要这个房子，里面肯定有秘密。什么秘密？
也许是他们抢来的金银财宝还没来得及运走。你这个想法挺有意思，进去看看。嗯。徐暖暖我带过来了，咱们跟他的杀母之仇也该有个了断了。你妈妈是我杀的，我随时等着你报复。我不报仇，我妈妈的死你们也是无心，总之她有那么一劫，我只求您放了我爸爸。我杀你妈妈是无心，可你爸爸杀我那五个兄弟是有意。你可以无所谓，我做不到。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条件我已经说过了，你还要我再重复一遍吗？那不可能。不可能？那我倒是要看看，是男人重要啊，还是他爸爸重要？哎，不用你费心啊，我现在给你句话，除了徐暖暖之外，任何女人我都不要。你敢做敢当，那也别怪我不客气。姚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放了我爸爸吧。你干什么呀？我不能没有爸爸。你还真逼人家下跪啊？要不然我跟你过去。那你是为了徐德庸跪呀，还是为了他女儿跪呀？你怎么变成这样？你还是我心目中的老妖吗？你心目中的老妖？对，他是女中豪杰，他深明大义。他绝对会被兄弟赴汤蹈火，他不会让人下跪，不会助纣为虐，不会趁人之危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别一套一套的。你们八路挺会养人的，你都要成了大学问家了。我再给你说一句，如果徐德庸死了，我就死。好，你去死吧，你可以为你的徐暖暖去死，不用威胁我，去死啊！这跟徐暖暖无关。我在老丁一向前发过誓，如果徐德庸有任何问题，我先为他挡着。上次那替身死了，我不在他身边还说得过去。这次我知道他在你这儿，如果他还有事情的话，我怎么跟老丁交代？滚！走！跟我！该说的都说了，剩下该做的。站住！走！把他们全带走，上车，走，走。人呢？我怎么知道？我的人也不见了。
那这些牌位呢？有牌位怎么了？这就能证明我要杀了他？哎，我说你，我知道是谁干的呀。让段九溪自己来拿。想让我当你往上爬的垫脚石，你还差得远呢。九溪先生现在在重庆收拾你的烂摊子，他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。哼，我不急。我急，还望徐爷能够体谅。我凭什么体谅啊？啊，我好端端的被你们逼得有家不能回，谁体谅我了？只要你把那个东西交出来，九溪先生定有回报。你能代替他谈判吗？哼，我看算了吧，找辆车送我回去，你还能赶上吃中午饭。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哼，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，这事儿你办不了的。说得好。胡总，我叫你调查的都调查清楚了吗？调查清楚了。念给徐爷听听。早上7:40吃早饭，然后出门，同行者彭克虎8:55到了当铺，9:30离开当铺，坐3辆人力车去狮子胡同9号，10点离开。汇报完毕。这是什么？是，这是令千金今日的行程，我特地派人关注的。要不要我派几个舞刀弄枪的兄弟？怎么，你威胁我？哎，人往高处走，徐爷，您要是断了我升迁的道，这比杀了我还难受呢。我何必要怜香惜玉呢？徐爷，您的千金可不像您，皮糙肉厚，杀也杀不死。那个东西在彭克虎的手里，这不可能。哼，我一命给他，让他做曹帮的帮主，他凭那封遗书可以到东郊民巷的法国银行。我曹帮的所有重要文件都在那里，你要的东西也在那。哎，站住！站住！让开！站住！爸爸。暖暖，我的人呢？你的人都挺好，你这事儿做得有点不地道，敢骗我。你竟敢从我手里抢人！我还要杀人呢。人我今天要带走。凭什么？你走得出去吗？客户，你带暖暖走吧，我不走。我要护你周全，我不想让暖暖冒风险。你既然知道我在胡晨光的手上，以后找他要人就是了，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彭克虎，我也不为难你，只要让徐爷交出那东西，我马上放人。我跟他说好了，拿东西换人，听他安排吧。好，我已经做好了周密的安排，今天就可以拿到那份文件。您看，我是送过去呢，还是您派人来取？我会安排人去取的，你辛苦了。不过要小心行事。伪作刚刚派了连进喜去北平调查徐德庸的事，他是伪作嫡系，手段很残忍，可千万要小心点。啊，谢谢九溪先生的关心。卑职一定肝脑涂地，谢谢您的栽培。再见。哼。这马屁拍的有点水平啊。嗨，他说什么了？啊，有一个姓连的主人要来北平了，很可能就是为了徐德庸。哎，这样，你给彭克虎送封信，我今天就要交换。哎，那箱子跟我没关系，跟你们军统有关系。不过呢，我来报个信儿，你要是不在乎，让胡晨光拿走算了。哎呀，我知道你怕我利用你，天地良心，我是那种人吗？哎，
我这是为你好啊！你不天天把你们军统荣誉挂在嘴边吗？如果文件是真的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你级别不够呗。你说胡晨光要投靠段九锡，证据呢？那段九锡是谁我都不知道，我听徐德庸说过这个人。段九锡是伪作身边的侍从官，现在是情报部的头头，他一直想搞垮戴笠。哦，原来是狗仔头啊！哎，我说，你到底帮不帮？什么时候？四点。什么地方？当铺门口，不过人不一定在。好，我会到。嗯。彭克虎，他一定不会老老实实的送来。你说，他还会搞什么鬼吗？我说了，我两不相帮，你们各安天命吧。那我就派人一枪打死他。好啊，你就试试吧。哎呀，你这么摇摆不定，你有意思吗？我都等了你这么多年了，你对我公平吗？我没有摇摆不定啊，只是你敢下黑手，我就瞧不起你。你就是等到下辈子也是白等。等我把东西送到了重庆，飞黄腾达，有你后悔的时候。好啊，那我就等到你那天，我上门求你娶我啊。嘿，教官，你去哪儿啊？啊，我去办点事儿。要我帮忙吗？不用。你带着长枪干什么呀？我去取点东西。哎，你等我。当然了，不是说去当铺门口埋伏吗？赶紧上车。哎，你送我去的话，胡春光不敢露面。那就逼着他露面。怎么了？把信拿出来吧，我们商量一下。很简单，就是让我去当铺门口交换。胡春光这个人呢，我非常了解他。他属于那种笨狐狸的，喜欢自作聪明。如果他在信中写的是在当铺门口见面的话，我敢保证你去了以后也见不到他。他一定会让你去另外一个地方赴约，你呢又不得不去。这种场景呢会不断变换，你会疲于奔命。根据我对胡晨光的了解，他最终还是会把见面地点放在当铺，那是在你疲于奔命两个小时之后，所以我想我们还是直接去见他。胡晨光，你给我出来。开门，你让我走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反正是独门生意，你爱换不换。会不会他没看见纸条掉地上了？不可能啊，我亲手插进去的。你那破纸条我看见了，少跟我来这套，你赶紧死了那条心吧。还不出来，我真走了。哎，我得出去一下。我告诉你啊，你那破纸条我压根儿就没看，你让我到别的地方见面是不是？没门儿。哼，客户啊，真准时啊。徐德庸呢？先验货，这是规矩。规矩都是人定的，我先见人。凭什么呀？哎，走吧走吧，爱换不换，老子还不伺候了。哎，你还真走啊？
好，听你的，先见人。你讲清楚了啊！哎呀，你啰嗦啥呀？旭，你没事吧？我很好。他们没给你打针毒药什么的吧？哼，他们还不敢让我死。客户，上车吧。啊，先不急，暖暖在前面路口接你呢，你先走吧。好。什么意思？我让走了吗？哎，你知道这什么地儿啊？这不当铺吗？再说我没走啊，我这箱子还在这儿呢。哼，我知道你的箱子里是空的还是有东西。要我念几行吗？彭客户，你胆子不小啊，连把枪都不带啊，你就不怕我一网打尽是不是？我就那么招人稀罕？哎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先放人。彭客户，把东西给我。你想反悔啊？孟老虎，这东西跟你们八路没关系，你犯不上拼命。乖女儿，别哭了啊！这位就是令爱吧？果然是钟灵秀慧，徐公真是令人羡慕啊！啊，暖暖啊！这次连主任特意从重庆赶来主持公道，还不谢谢连主任？谢谢连伯伯。好，不必客气。爸爸，客户他在哪儿啊？啊，他没事儿。客户啊，就是那个八路。哦，是八路军办事处给我派来的保镖。此事我在重庆也有所耳闻，徐公。这个人还是早些辞掉的好，免得被共党利用，给他们以宣传的口实。啊，不过他们倒还没有张扬。徐公，你的安全自有党国负责，还轮不到共党多嘴。这次委座，听说您受威胁的传闻，大发脾气，令我连夜收拾行装赶来北平。徐公，您可不要辜负了委座的厚爱呀！啊，当然。哎，那个箱子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令胡春光这一战之长亲自动手。这个，莫非徐公有什么难言之隐吗？啊，不不不，在连主任和委座面前，自然没有秘密。那里面就是军统中的一些人作奸犯科的罪证。哦，那就把证据交给我吧。委座对这种行为一向严惩不贷。好，不过现在可能在客户手上。客户啊，那个八路。嘿呀，这样的东西怎么能交给八路呢？啊，你们也……连主任放心，他们倒还是守规矩的。快去把他取回来，这可是政治斗争，
那些东西要是落在他们手里，我们就会被动的。好。爸爸，嗯，我去找柯虎吧，让他给送回来。好，你快去快回啊，多带些人去。放心吧。哎，徐公啊，莫怪我着急呀。林主任，我能理解你，你是怕我惹出大祸来。嗯，哎，对了，徐公，您刚才说还有一个人跟您作对，是谁呀？是军统中的杜嘉兴。我怀疑日本人暗杀我的幕后指使就是他。又是军统，哼，他们这么做怎么能够取信于人呢？连主任，你让我安排一下，您可能会亲眼看到。好，我等着。嗯，交换徐德庸，现场还开的枪，交换成了吗？换是换成了，徐德庸已经回徐公馆了。胡成光为什么要交换徐德庸呢？他用什么交换？我怀疑跟林家山有关系。他下午拿着长枪出去了。马上去找他，一定要问清楚。好。这东西还是放在你手里保管吧，放在我这里我怕保不住。谢谢啊。哼，谢什么呀，也许呢他会给你带来麻烦。我什么时候怕过麻烦？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你不许打开。哎，为什么？这里边可装着你们军统的丑闻，徐东说的。没想到我们军统的秘密都放在一个八路的手里。嗨，不奇怪，你们这太黑暗了。哎，我说你考虑一下投诚吧，这几天延安那儿正换单衣呢，机会难得呀。你看又来了。咱俩不是朋友吗？我不为你考虑，我为谁考虑？真的，换新衣服机会不多，你考虑一下。我走了。好。连主任，还得委屈您到隔壁去等一下，我约了杜嘉兴到这里来，您可以在隔壁静静的听听。嗯，好。啊，请。哟，您来了，里边请。处长，徐德庸这个时候约您，会不会是阴谋？不管他有什么阴谋，我必须要见到他。走吧。不要等我。杜处长，想不到吧，我徐某还活着。这真是天大喜讯呐。把喜讯二字说得这么干巴巴的，杜处长一定很难过吧。哼，哈哈哈，哎，我为什么要难过呢？哎呀，杜处长，你慢用。杜处长，因为您派了人，您和您的主子都想杀我，但是没有杀成。徐先生，请把话说清楚。那就是说，你们派去杀我的日本人让我给干掉了。那又能怎么样？你敢和我们军统翻脸吗？你这个汉奸，我不光翻脸，我还敢杀你呢。我是汉奸的话，那徐先生应该开枪自杀才是，因为你是资深的汉奸。两年前我见到你的时候，我想称呼你一声汉奸前辈。
你见过我？你做的是大买卖，眼里怎么会有我这个小喽啰？倒是我这个小喽啰很好奇呀，我倒想看看谁有那么大手笔，想把这些暴损暴尸的文物运到各处大肆出售。是戴笠逼着我干的。可你开价也不低呀。是啊，我还有这么多弟兄要养活吗？那就对了，没有收钱叫强奸，收了钱你就是卖身了。你觉得委屈吗？为什么还要出卖军统？那是你们要杀人灭口。你出卖军统在前，我们灭口在后。你要是不跟段九锡眉来眼去，我们犯得上灭口吗？他是找过我，但是我没答应。可你为什么不告诉戴老板一声？啊，段九锡找你是为了对付我们军统，你从来没把戴老板当自己人吧？戴笠就是为这个要杀我，是因为我不是他自己的人。哼，我想两边都不得罪，我想独善其身，难道都不行吗？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你的秘密，就是你屈死之道。可是现在我知道的秘密更多了，你们私放小林爵，暗通日本人，你们……我承认。我的确是小看了你，弄个替身带去炸死，然后再到我们军统的头上。可你说这些有人信吗？谁会相信你呢？我信。连主任，是委座派我做他的特使，来北平调查徐德庸被迫害的真相。杜家兴，你被停职调查了。连主任，你听我解释。有什么话回重庆再说吧。带走。啊，徐工，受委屈了。还有胡晨光。放心，我刚才已经搜集了他们交易的证据，一并带回重庆发落。好。我说过，我两不相帮。哎，这一次我是死定了。你要知道，唯一能救我的就是段九锡。可要是拿不到东西，他凭什么保我？老胡，咱们两个远走高飞吧。飞？飞到哪儿去啊？啊！你飞到国外，一句话都听不懂。在国内，你还是在他们手心里啊。美国的兵车兵船都在给咱们运兵，国军的力量很快就覆盖全国，你还能往哪儿跑啊？去东北，去深山老林，不愁吃穿的。东北？哎，共产党的部队已经化整为零，向东北运动，说不定到那个时候东北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了。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情报，乌苏里江的虎头要塞都有共军在活动了，你说你跑得了国民党，你能跑得了共产党啊？那你现在要怎么办呢？那东西在孟公馆呢。我顾不上那么多了，你这儿有多少人马？你又要用我的人？不行。为什么？我下面那帮人都是乌合之众，怎么能比得了你的人呢？哎，用我的人能瞒得住吗？啊！你不肯动孟公馆，你是不是怕跟彭克虎对上？只要彭克虎闹起来，咱们谁都躲不了。哎，正因为你出手，才有可能成功。旧情这东西越用越难忘。什么？你说我？哎呀，别啰嗦了，彭克虎现在肯定在徐府。你啊，找几个好用的人手，今晚就去孟公馆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哎呀，你要我求你嘛！好吧，那我不能保证事情能成。
让你看到，快乐在奔跑，幸福在欢笑，敞开胸怀吧，用你的双手把我紧紧拥入你怀抱。穿过夜的黑暗，相遇从此。